胆兄，呆子，你懂什么？此处唤作盘丝洞，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！女怪，杀师弟，就是他们抢走了师父。哎，大师兄，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，把师父救出来呢？嘿嘿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七个女怪啊，嘿嘿，哎呀，那七个女怪在塘中洗澡呢。洗澡？哎。哎，大师兄，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？哎，你不知道 啊，我若打死他们，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？也是啊。哎，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，叼走了他们的衣裙，叫他们上不到岸呢。对，如此说来，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。在呀。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 啊。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我不去。我去。哎，二师兄，可别坏了名头。我打死他们，喊救师父。哎，去吧，我救师父。去吧，我救师父。去吧，八戒。